好，那我们呢稍微复习一下。这个 Legendre's differential equation， 它是什么一个 equation 呢？我们把它几个写下来，这是我们一般一个其次的方程的我们写法。它这前面是一减掉 x 平方，后面这个呢是减掉 2x， 再加上 n 乘上 n 加上一的 y， OK 等于零。这里面 n 呢是属于实数，这是我们第一个式子。在这个状况下面，我们发觉假设用测试的方式来猜它的答案可能是什么，我们发觉蛮困难的，很难找到一个足以解决掉所有问题的。但是用最简单的方式，就是说只要一个方选呢，我们能够把它展开成为一个幂级数，那 power series， 那我们就用 power series 来解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呢就可以什么 let y 啊，假设是等于这种样子的，那这边有个 cm x 的 m 次方，假设可以这样子的话呢，那我们势必我们只要把我们的 CM 求解出来，那事实上答案就解到了，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。所以我们就把它带进去，带进去算一下之后，我们赫然的就发现一件事情啊，因为最后面你带进去之后会得到 X 的很多次方， OK， 因为它从0一直增加到无穷大。那这对一个无穷的这个 power series 而言的话，假设它加起来等于零，那唯一的状态就是它前面所有的系数通通要等于零。所以你把每个系数啊凑一凑，你很快的就发现一件事情，这个系数大概可以写成这样。比如说这边呢，我把这个抄下来，OK， 假设完全把它写开来好了。你要知道 A0就可以知道 A2， 因为它有个恒等式在这边。第二个呢，知道 A1 啊，抱歉，这是奇数的，我要写在右边。哦，这奇数的。这边却告诉我们，你知道 A1 就知道 A3， 所以这样一路下去呢，你就会有偶数的 OK， 就会一系列的东西出来。那这边呢顶多就是 A4 OK， 比如说是12倍的 A4， 再加上 N 乘上 N 加上1减掉6倍的 A2 等于0 OK， 你就这样一直下来，你会发觉虽然说啊，抱歉啊，我还是把符号弄错了，因为我们这边是用 C 来代替，所以这边呢我干脆都把它 C2 C0 C4 C2 C3 C1，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一件事情，本来我们呢是有无穷多个未知数，但是呢经过这两个式子告诉我们，我们未知数啊事实上呢只有两个，一个 C0 一个 C1， 就是有这样子而已，而且这两个呢好像互不相干一样，对不对？所以在这个状态下面，我们就可以假设看看它有什么样的状况。那最简单的假设就是说 C1 等于0， C1 等于0，那奇数项的通通都等于0，只剩下这边了，这边就得到个 C0 不等于0的一个系列的东西，这是第一个答案。第二个呢，我假设 AC0 等于0，那这边通通都不见了，那只剩下 C1 不等于0的这个系列，又得到第二个答案。但因为这两个根本就毫无关系嘛，是不是相当于你要求个二阶微分方程得到个二阶的两个什么 independent 的解。那你知道假设这一边一系列的只有偶次项的，这个叫做 Y1， 只有偶次项的，
那你是不是就可以稍微整理一下，对不对？整理一下呢，用很多种方式整理，最后面呢，你就可以整理出来类似这样。这样子，有一个解是这个样子。其中它所隐含的 x 次方都是偶次项了，零次方、二次方、四次方。第二个解呢，那很明显就只有奇次项了，你得到是 x 减掉 n 减一乘上 n 减二除以三阶乘 x 三次方，加上 n 减三 n 减一。n 加 2 n 加4除以5倍的阶乘乘上 x 5次方，诶，你就相当于有这两个解，那最后它的解会变成什么？就很简单啦、啊、最后我们 y of x 一定是你这两个解的什么呀？线性组合，某一种线性组合，对不对？这个线性组合会是什么呢？你看这个 C0 指的是说在这里面 y1 呢，它 C0 是把假设成为一的、啊、那假设它不是一或者什么的，我要乘上某个常数乘进去都可以啊，一乘完我叫做 A0， 我叫做 A1 好了，一乘上去这叫做 A2， 那我就得到我的答案了，只是 A1 A2 等于什么还没有决定而已，对不对？最后面呢我们再用 boundary condition 来决定它，这样子我们解似乎就把它解出来了，看起来很简单。但是假设我们仔细看这个 equation、啊、假如说在某个 特别的状态下面 n 等于整数，记住这么 n 本来是等于实数，它可以是整数或者是非整数，假设它刚好等于整数，那很幸运的是在我们物理系统里面、啊、大部分都是整数。那假设是整数的时候有什么好玩的呢？你看看，假设 n 等于2，到了这一项 n 减2之后它怎么样？它是不是这一整项变成零？这一整项变成零的后面的系数呢通通都是零，对不对？因为你知道一项了就知道后面一项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当这一项等于零了，后面每一项通通都等于零，这是不是代表了说 y1 呢到了这个地方就停下来了，就没了？假设 n 等于3呢， n 等于3、啊、这边，那你是不是 n 减3会让这个分子等于 0， 那就代表这整个系数变成0了、啊、那后面系数就通通不见，那你就只剩下这两个项 right？ 所以说你这个 n 等于多少会决定你这边有几项 OK。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大家就做一个怎么样，做一个稍微的变动一下，我们要是把这个 y1 啊这一大串的东西乘上某个系数，不晓得是什么，我们叫做 B 好了，乘上某个系数，乘完之后呢，我们啊希望啊让它到了第 N 项就不见了，因为某一项一定会不见，对不对？那那一项不见了之后呢，我们让它最大值有个数值，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把它这个叫做 PNx， 那 y1 指的是什么？偶次项，所以 n 呢指的是 even 整数。哎，你们整数是用什么 n 还是 i？ z 啊， ok ok、oh, z ok， 对，正的哦，这正整数是 n 的，大 n 小 n， 大 n ok。那我也同样可以把某个什么东西 啊管它乘上某个常数，乘上某个常数的 y2 也是 pn， 那这个是 odd 的 n ok。 所以在这个状态下面，我们就相当于我们定义出一个什么，它的解呢事实上可以用什么来代替？当 n 属于正整数的时候，那它的解就是 pn，
因为他到了某一项一定会终止掉嘛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好，那我们就很容易可以了解这个样子的一个东西。那你说这个前面乘系数，每个系数都不一样，谁怕谁啊？因为本来我们前面就是要 linear combination， 要乘上一个未知的系数嘛，你管它原来剩下什么，我们只要凑成我们喜欢的这个模式就好了，它就叫做 legendary polynomial。 那这个时候它的解呢基本上就是等于它，那你就说看看它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组合的状态。 OK， 待会我们看例子的时候就会知道。好，所以昨天一开始是讲到这边，后来呢我们也说啊，事实上我们在解很多东西的时候啊，我们很希望知道的是一个什么啊 R 分之一的。什么叫做 R？ 假设我们的坐标原点 Z， 坐标原点在这边，假设我们有个电荷在这边，比如说 Q， 它的位置是 R Planck， 观测点呢位置是 R， 那么所谓的距离就中间这一段。OK， 假设我们要求的是一个 R 分之一的，事实上我们指的是这个。那这个呢，你就可以稍微把它整理一下。OK， 整理一下之后呢，很快的我们就可以发现一件事情，它会变成什么东西？它可以写成为 R 大于分之一。summation m 等于零到无穷大 r 小于 r 大于的 nm 次方 pm 的 cosine theta， 我们可以写成这样。什么叫做 r 大于？ r 大于的意思就是什么？取 r 极R Planck 中较大者。就是 R 大于。R 小于呢就是取较小者。OK， 它的意思就是这个样子。那事实上写成这个东西的时候啊，我们常常会做的一件事情是这样子。这个东西呢，你要是仔细看下来，它会变成什么？它会变成余弦定理 ，r 平方再加上 r Planck 平方减掉两倍的 r Planck cosine theta 分之一。不过呢，它这只是一个距离，所以你要开根号。那假如说在某个状态下面 ，if r 的绝对值大过于 r Planck， 假设是这个样子，那我们先把 r 提出来。这边就没有 r 分之一，那后面就是什么？一加上 r 分之 r Planck 的平方，减掉两倍的 r Planck over r 的 cosine theta 的二分之一，我们就可以写成这个样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这个是干嘛呢？这个地方呢，事实上呢，假设你眼睛呢只集中在这一块，这一块它可以写成为 summation。n p n cosine theta t 的 n 次方 t， 我宁可把它写成 r Planck over r 的 n 次方，所以这样子才会回到上面去。 OK， 才会回到上面去。所以这个呢，我重新把它整理一下，它可以写成为，因为这个地方是一再加上 r Planck over r 的平方，减掉两倍的 r Planck over r 的 cosine theta 的负的二分之一，可以写成 summation of n p n cosine theta r Planck over r 的 n 次方。 OK， 或者你用一个符号来代替，一加上 t 平方减掉 2ta 的负的二分之一次方，会等于 summation of n p n a t 的 n 次方。 OK， 也就是说 t 呢用 r Planck 除以 r 呢用 t 来代替， cosine theta 用 a 来代替。 OK， 我们可以这样子写。昨天呢大概是讲到这个地方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呢我们呢假设把这个式子
当做一二，这个叫做三，这个叫做四，这个叫做五，这个叫做六。我们把第六个式子对时间微分整理一下，整理一下，你就得到这个式子。OK， 为了要这边有 x， 我宁可把这个地方 a 呢换成 x， 这样子就好了。那它就可以得到 n 加上一乘上 p 的 n 加上一的 x， 再加上 n 乘上 p 的 n 减一 x。同样的，假设各位愿意的话呢？你就可以把第六个式子呢对 x 微分整理一下，一样是稍微整理一下，你就可以得到这个式子。很好玩的，假设有个 p 是 n 加一啊，的这个 legendary polynomial， 你对它微分，对谁微分？对 x 微分，它会等于什么？等于降一阶，从 pn 加一变成 pn 的这个呢，乘上 n 加一的这个常数，再加上 pn 这个自己本身的微分，再乘上 x。OK， 所以呢，假设说 pn， 你又继续把它拆开来，是不是可以一路拆一路拆一路拆，最后把它呢各样的微分全部都算完，对不对？那这样子蛮不错的、啊、OK，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了解一下它的这个循环公式，它的这边的作为到底是怎么样。那同样的，假设是 n 减1的 plan 的这个呢，我们就可以写成负 n 乘上 pn 的 x 加上 x 的 pn plan 的 x。 OK， 就类似这个样子。所以这个代表一件事情啊，比如说我是 pex， pe 的微分，它会等于什么？这边 n 加一跟这个一样，所以这边是不是一？乘上比它小一点 ，n 加一的变成 n， 所以这边 p 零，再加上 x，p 零微分的 p 零 x 等于什么？一。这个呢，一的微分呢，等于零，就是一。是不是这个样子？有道理哦，你看看哦，我们把 P 的式子画一下。我们有说过 P 在这个地方呢，假设这个要收敛，这 X 呢一定要遵守一件事情，它一定要在一之内。 OK，所以事实上在这边展开来的时候已经看得到，我们说这边展开有 PN 的 cosθ， cosθ 一定是什么？正负一之内嘛。所以 cosθ 这个要写成 x， 这写成 x， 诶，就对了。 OK， 就对了。所以在这个状态下面，我们就很清楚的可以知道，我们这个 x 本身就类似 sin cos 一样，它要有个范围。所以呢，在这个时候它一定是什么？正负一的范围。我这样把它画下来。 OK， 负一正一，我们上次有画过啊。 OK， P 0 X 等于什么？一。P X 等于什么？等于 X 啊。OK， 这是 PEX。 假设这一条就是 X， X 的微分等于什么？一嘛，它算起来是不是一？没错啊，就是这个样子啊。二呢， P0 再加 P2， 会变成什么？这是 P2。P3 是什么？ P3
3是OK， 所以这个是 P3X。OK， 所以它每一个的微分都可以由前面的东西来代替它，那这样子就可以很快的把它算出来。OK， 好，最后面呢，因为这个是它的解，所以你把这个解啊带进来这个式子里面，恒等式一定要成立，对不对？所以相当于说你会有另外一个式子是什么呢？一减掉 x 平方。Pn 两次方微分，对 x 两次方微分，减掉两倍的 x,Pnx 的一次方微分，再加上 n 乘上 n 加上1的 Pnx, 会等于零，这个一定要存在。OK, 这个一定要存在。好。所以呢我们现在把这些东西啊暂时留在这边。那我们现在呢再回到我们最开始的地方，我看看，我应该要先来算算几个重要的东西。好，我们暂时呢开始来看 P 的特性。P 呢，在我们目前这个状态下面呢，我们说过，我们把几个特性写一下 ：P0x 永远等于一 ，P1x 永远等于 x， 对不对？这是我们上次就已经知道的，我们把几个简单的先把它写一下好了，好不好？零再下来就是二嘛，它可以是二分之一的三 x 平方减一，这是 p3x 等于二分之一五 x 三次方减掉三 x。OK。但是不只是这样子，我们还需要知道几个很有意思的地方。你看看哦，对这个奇数项的 P1 或 P3 或者是 P5 一直下去，你发觉在 x 等于0的地方它一定穿过零点。OK, 这是它的特点。所以是不是我们可以得到另外一个 Pn, n 要是等于 even 的话，是 even 吗？还是 odd？odd。Pn 等于 odd。x 等于0的时候，它永远等于0。OK, 永远等于0。那还有一个很好玩的地方，从这边一看发觉，诶，你看，右边这个点啊，不管你是哪一个，通通都跑到这边来了。是不是？所以说 Pn 呢，不管你是后面的 x,那么不管你是哪一个 n,x 只要等于 1, 它永永远远都等于 1, 对不对？所以对于那个图啊，你就稍微去记忆它。还有几个很好玩啊， Pn 负 1, 假设是这个地方了，我们说 Pn 等于1的时候，这个 x 等于1的时候，它永远都是交在这一点 1, 但 x 等于负1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？0的时候是1，一的时候 n 等于一的时候是负一，二的时候又是一，等于三的时候又是负一，它是不是上上下下上上下下上上下下，它会等于负一的 n 次方。只要是偶次项平负一的偶次项次方，它永远等于一，奇数项永远等于负一。 OK,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它几个很简单的。再来一个呢比较不是那么直觉的，左边跟右边有什么关系？左边右边有什么关系？假设是 P0X, 左边右边完全一样嘛，对不对？你把这个翻过来，正 X 的地方变成负 X 的地方，完全一样啊。要是 P1X 呢，左边的地方 X 移到负 X 来，你发现原来的数值呢，现在变成原来数值是正的，你移到负 x 数字变成负的，大小一样，方向相反，所以它是奇函数嘛，对不对？所以 p 要是偶数的就是偶函数， p 要是 n 是奇数的就是奇函数。 OK, 奇函数还是偶函数，
U 这个来决定。OK， 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 N 等于偶数的时候，它就是一个偶函数，偶函数代表这两边完全一样。要是 N 等于奇数了，就代表这两边刚好差一个负号，这个叫奇函数，对不对？好像 sin cos 一样， cos 是偶函数还是奇函数？对， cos 是偶函数，因为你 x 放两边得到值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在那个原点的两边，但 sin 呢刚好相反，它是奇函数，不属于这两个的，它既不是奇函数也不是偶函数。 OK， 那那个时候你就可以用一个奇函数一个偶函数去凑，把这个啊特性把它凑出来。好，那我看看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地方啊稍稍微把它整理一下。OK， 那 PNX 的特性的图呢，我就把它 copy 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再画一次，看看各位能不能记得。哦，我这个画的不太好。好，我将这个色笔拿过来，P0的时候呢，它是一，OK， P1 的时候呢，P2 的时候呢，它是个抛物线。P1 的时候呢，它是 x。气，每次都画不到中心点啊。P1x。P3 的时候呢，它可以写成这样。所以这个是 P2， 所以呢我们有很多个特色，我们在这边写一下。 P0x 不管 x 怎么变永远等于1， P1 不管 x 怎么变它就是 x， P2 它是个偶函数，所以呢，所以我们会意思意思的把它写在这边，它会等于什么？二分之一 3x 平方减一。 P3x 呢会等于什么？二分之一 5x 三次方减掉 3x。 不只是这样子，它还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 P 什么东西？右边的 P中间这一点 x 等于0的这一点要等于0，那只有奇数的这个 turn 会有 n 等于 odd， 永远等于0。再来最右端的点永远等于1，这个时候就不管你是哪一个 n 了。左边这个端点可以是正一或负一， depends on 你是奇数的还是偶数的。左右两端偶数的就是偶函数，奇数的就是奇函数，所以呢非常简单的 PN 的负 X 一定跟 PN 的 X 啊当中有个关系，就是负一的 N 次方，对不对？我们就可以得到到这些东西。好，那现在呢我们再把它的几个公式列在这边，我们把我们算出来这几个公式啊列在这边，二 n 再加上一的 p n 加上一等于，哦，等于 n 而已。
好 n， 它会等于 n 加一，乘上 p 的 n 加一，减掉加上 n 乘上 p 的 n 减一的 x。第二个 p 的 n 加上一的微分，记住是对 x 微分，所以把 x 写出来，会等于 n 加上一乘上 p 的 n， 再加上 n 乘上 p n 的微分。OK， 它可以写成这个样子。同样的，假设是 n 减一的这个微分，它会等于什么样？负 n 乘上 p n x 加上 x 乘上 p n plus 的 x， 很好玩了、哦。这边是不一样，这边是 x， 这个是变数哦。其他前面都是常数。OK， 它会有这样子的特色。当然，最后面把它带进去，它一定要吻合。它永远要等于这个。OK， 这是我们学到现在的一些状况。好，那我紧接着呢，要来告诉 PN 还有另外一个特性。我把这个式子呢，叫做我们前面分到这边，这个式子叫第几个式子？第六、七啊，这个叫第七好了。OK， 因为我们现在开始要玩第七个式子了，我把第七个式子呢写在这边。好，我现在把这边关掉一下，插下。哦，还有一个啊，几个很重要的这个要写在这边。哟，写错了是吧？我看看 ，x 还是 n？ 哦，这前面都是 x 哎，前面都是 x 才对啊，所以是我抄错了，抱歉。这边都是 x， 我、哦、写太快了。哦，还有这个东西还没有，我还忘了写了，我们把它抄一下。r 减掉 r plus 的分之一，可以写成 r 大于 summation m 等于零到无穷大 ，r 小于除以 r 大于的 m 次方，乘上 pm。的 cosine， 对对对对对 ，n 也是 x， 通通都是 x，OK，、okay, 通通都是 x， 所以是我抄错了 ，OK，sorry，、okay, 这是第五个式子嘛，对不对？那或者是我们这个简化一下，可以写成到下面这个一加上 t 平方减掉二 tx 的负二分之一。它可以写成为 summation n p n x t 的 n 次方，这是第六个式子。OK， 我们将我们学过的几个式子啊，通通都抄在这个地方。好，现在我们继续下来。假如说你在推导这些式子有什么问题的时候，你再来找我一下，好不好？那我建议你要是推导的不出来，因为我都有告诉你怎么做嘛，对不对？你跟同学好好的商量一下，看看怎么做，大家试试看 ，OK， 试试看。最好是你自己可以把它算出来。现在呢，我们要做几个很好玩的东西。第一个呢，我们要从这个式子开始，第七个式子。第七个式子呢，我们可以稍微啊，把它重整一下。重整成什么东西呢？重整成 d over dx， 一减 x 平方 ，p n 的一次方微分，再加上 n 乘上 n 加上一的 p n x 等于。我们第七式可以这样子，
也就是说第七式的前面两个项呢，我可以整合成这一项。不信我们来算算看嘛。它微分这两个，第一个不动，微第二个，是不是第一个一减到 x 平方，一减到 x 平方，第二个本来一次方微分，再微一次，变成两次方微分，没错。第二个这个不动，微这个，这个会变成负 2x， 负 2x 乘上它的一次方微分， exactly 一样，对不对？ OK， 我们可以这样子写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这样子写完之后，我们把这个叫做第八个式。那我想要呢再做一次，抄一次，但请看看这一次呢有个地方不太一样，看看你能不能告诉我什么地方不一样。告诉我第八式第九式有什么不一样？对， n 变成 m 而已嘛，反正这个是 index， y 怎么变怎么变，你不喜欢用 n， 不喜欢用 m， 我喜欢用 l 也可以啊，喜欢用 k 也可以啊，对不对？好，但是呢我这样子用的目的是这样子，我把第八个式子乘上，记住我上面只有 n， 我乘上 pm， 下面这个呢我乘上 pn。我们来玩一下数学游戏，然后干嘛呢？积分。OK， 我这样乘进去之后呢，我再把它整个积分，因为它是对 x 微分嘛，我再对它积分。那 x 的范围从哪边到哪边？因为 x 本身只能够在这里面啊，所以我从负一到正一。OK， 我来做这件事情，也就是里面呢，我把它框起来。OK， 下面呢也是积分。然后两个式子相减，记住一点，它是零，积分完之后等于零或者一个常数。但基本上假设都没有东西，一条线你本来就是在沿着 x 走，它没有高度，你去算它的面积，告诉我它会多少？零嘛，本来就没有东西，积完分之后还是零，那你两个零相减呢还是零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呢就会得到这样子的一个式子，前面这两项相减，对不对？这两项相减，记住哦，这边有 PN plus PM， PM plus PN， 你会有这两个，所以我干脆就把这两项先照抄写在这边，这是第一个，这是第一个，第一个这个乘上 PM， 减掉第二个，第二个是乘上 PN， 对不对？我可以有第一个，好，第一个是这个样子的一个东西。那因为这边这两个项减完之后，其他项又在后面，所以我先把 dx 写在这边，再加上这一项的积分减掉这一项的积分，然后等于零，对不对？然后等于零，所以呢第一项呢会有什么 n 乘上 n 加上 1pn 乘上 pm dx减掉 m 乘上 m 加上一，积分负一正一，这是大家都一样的，这是 pm 乘上 pm dx 要等一点，这个没有问题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发觉这边有两个一样的东西啊，这两个都是多项式，多项式先乘完成没有差别啊，
它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。所以事实上这两个虽然说 N 跟 M 的顺序颠倒，但事实上都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都是一样的。所以我们只剩下前面的这个系数可以把它统合起来，然后我们把它挪过去，挪过去的话，我可不可以在中间写个等号？写个等号就相当于这整个东西挪过去，负的变正，正的变负的，它是不是 m 乘上 m 加上一，减掉 n 乘上 n 加上一？那外面大家都有共同的这个，我写在这边。反正顺序不重要了，前后不重要了。左边这个等于什么？左边这个等于什么东西？我告诉各位，左边这个一定会等于零。你用部分分式下去积分一下，这边是不是等于两项积分相减？你看看这个部分分式积分完之后，会不会让它变成这它，然后两个相减就等于零了 ？OK， 我请大家回家自己试试看，会不会？什么叫部分分式？来来来来来，我们来弄一下，记得吧？对，一个积分一个微分嘛 ，OK。哦、OK， 假设 fx gx dx， 那你部分分式怎么做？假设第一个是 dx， 后面是积分。假设这个我选择 f of x， OK， f of x 的写在这边， g of x 写在这边。第一个对它微分一次 f plus x， 对它积分一次，然后呢，假设是这样子，它就会等于什么 f of x 乘上 gx dx， 减掉 f， 减掉怎么样，这两个相乘 f plus x， 再乘上 g of x dx 的积分之后的积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就变成这个样子？所以你只是想办法把它拆成两项而已啊。这个一微分是不是变成它的微分？这个一积分是不是就变成它？来，排列组合一下，你就发觉这两个一相乘等于零。OK， 很简单吧？好，假设到了这个地方之后，就很好玩的一件事情了。这个式子一定要等于零，什么时候等于零？两种状况，第一个是前面的中括弧等于零。第二个是后面这个积分永远等于零，对不对？什么状况下面前面这个中括弧一定等于零？当 n 等于 m 的时候。 OK， 所以我们有两种状况啦。第一个，当 n 等于 m， 那 n 等于 m 呢，你会 m 乘上 m 加一，减掉 m 乘上 m 加一，pm 乘上 pm 的 dx， 这当 n 等于 m 的时候。第二个 n 不等于 m， n 不等于 m 就是上面这个东西嘛， m 乘上 m 加一，乘上等于这样子。 OK， 假设 n 不等于 m， n 不等于 m， 这两个减起来会不会等于零？不会，所以只能够谁等于零？后面这个等于零。所以这件事情马上告诉我们 PnX PmX DX 负一到正一，它要怎么样等于零？什么时候？当 n不等于 m 的时候。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原来这两个积分呢、很简单，只要这下面的 index 不一样就是零，就这么简单。 OK， 那看起来很棒嘛，对不对？好、看起来很棒嘛。
好，那假设上面这两个相减等于零，哎，我就很想问一件事情啊，这两个不相等会等于零，那相等的时候呢？等于什么东西？我可不可以知道？假设知道了，这个积分我就已经知道了，它就区分成两块，一个是不等于零，两个不相等是永远等于零，一个要是两个相等的时候会等于某一个定值吗？我们来算算看啊。 OK， 我们来算算看，相等的时候会变成什么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们需要动用到另外一个方选。好，我把这个重要的特性呢抄在这个地方，我把这个不分分式的东西啊弄掉，因为这个是微积分。好，我们把这个重要的东西呢抄在这边。现在只差一个 n 等于 m 的时候会变成什么东西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呢要开始从一个 equation 开始，从哪一个 equation 开始？从第六个 equation 开始。第六个 equation， 第六个 equation， 我们把它自己平方，第六个 equation 乘上第六个 equation， 乘两次。所以它本来是开根号的导数，对不对？根号乘根号就变得没有根号，所以它现在只剩下导数而已，所以会等于一减掉 2tx 加上 t 平方的导数，再加上不等于 summation n 等于0到无穷大的 pnx t n 次方的平方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要干嘛呢？我们对上面这个式子啊做个积分。对 x 积分，从负一到正一。乘以积分之后呢，我们左边会变成什么？左边写下来一减掉 2tx 再加上 t 平方 dx 负一到正一。右边会变成什么？因为是对 x 积分，这个是 t 啊，这 summation 是 n 啊，没有关系，通通放到外面，相当于我们现在这个 OK。 我们应该怎么说？这个你要先把它乘开来，对不对？乘开来，哦，变成好多好多好多项，因为它本来就无穷多项，你乘开来之后更多项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对它做积分，它有各式各样的积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现在啊，我看看，啊，这个地方呢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可以把它 approximate 变成为 n 等于0到无穷大 t 的 2n 次方负一正一的 pn 平方 x dx。 我们可以 approximate 成这个样子，这一项下来，但这个实在是太复杂了 OK。 所以这基本上呢，我们就把人家算的结果、啊、直接拿来用，它的这个平方直接把它近似成这个样子。那假设可以这个样子，那紧接着我们就可以做出来。左边这个的积分，你查一下表呢，它会写成这样子。
那右边呢就会查一下表，它会等于这个样，左边会等于这样。整理一下，把 log 的展开来，泰勒展开式展开来，它可以写成 n 等于0到无穷大 t 的 2n 次方除以 2n 加上1，它可以写成这样。这个到下面来只是直接对它做泰勒展开式，反正你就去查 log 展开来的样子。那你要是这个整理一下，我看看哈，这个我能不能整理成跟上面快差不多的东西，我看看 t 平方分之一怎么会不见了。哦，抱歉，我弄错了，这个地方是2倍，所以我把它整理一下， summation 放在外面， t 的平方摆在这边，其他通通乘在这边，后面是不是2除以2n 加1，所以假设我把后面这个刮弧起来跟上面这个刮弧起来，因为这两个要一样，这边是一路算下来它又变成它，所以它又要跟它差不多，那是不是告诉我中间这两个一定要相等，对不对？这一个一定要等于这个，那这个是什么 ?pn 自己的两次相乘之后的积分就等于2n 加1分之2。原来它的积分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，只是这个样子而已。这个呢我们称之为正交特性。OK， 正交的一个特性非常重要。有些时候我们不喜欢这样子写，我们觉得这样怎么讲，这个不够高干啊，我们写复杂一点，写简化一点，叫做 delta n m。 哇，听看起来就很高级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事实上根本就没什么，就上面的意思而已啊，这是把它写成一个比较复杂的。 delta n m 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当 n 等于 m 的时候呢，它等于 1， n 不等于 m 的时候它等于0，那0乘上什么东西都是0，两个一样等于1的时候，1乘上它当然就是它。 OK， 所以呢有人会写成这样子，看起来比较高级哈，但事实上 nothing， 所以我们请大家把它记起来一下。我们现在考虑一个问题，假设呢现在空间里面啊，我们有个很均匀的电场，很均匀的电场，一呢是常数，你就假想你有一个非常大的平行板电容器在两边，所以中间的区域呢电场都是均匀的，然后你在这个地方呢摆一个金属球，摆一个金属球，我看看是不是金属球，我看看这题要讲了，对，摆一个金属球，金属球的半径呢是 A， 请问一下里面跟外面电场怎么分布啊？那你要告诉我它是不是真的是零啊？第一件事情我们从直觉上面来看的，这个意思就代表我这边有个很正的板子，这边有个非常负的板子，所以我这个基本上里面的电荷就会被分开来，负电荷会非常集中在左边，正电荷非常集中在右边，越靠近这个点呢密度越高，越往这边的扩散出去密度越来越低，直到这个地方呢没有任何电荷，到这边又开始累积正电荷，对不对？ OK， 期望呢假设我们说这里面一定要等于零，那么我们希望这两端所造成的逆向，因为假设你这边累积正电这边累积负电，你会造成个这个方向的电场刚好足以抵消外面的电场，对不对？合理嘛。那另外一件事情，对个导体而言，这个电力线，电力线就是电场的方向，对不对？什么叫电力线？
你拿个质量很小很小很小的电荷丢在放在这边，手一放，看它怎么跑，就是电力线。所以电力线到了导体，应当是怎么样进去导体？比如说好了，你不是说这边会累积负的吗？这边会累积正的。好，请您告诉我一下，电力线是不是由正到负？好，假设这边是正电板，告诉我这个出来的电场要射到哪边？射到哪边？表面嘛。记住一件事情，导体球的表面电位，理想的导体球表面电位都是什么？等电位面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看过一个水库呢？右边的水比左边高，有没有看过这种水库？没有看过，它一定要拉平，所以对个导体它的电位一定要平的。但是电场永远垂直于电位，所以它一定是这样射，射进来，这样射出来， right？ 然后呢，这个地方过来呢，它怎么过来？啊，它可能要向了圆形，然后这个地方再过来，所以这边过来要向着圆形，这个地方再过来，那这边过来要怎么办呢？可能受到一点影响，这边过来呢受到一点影响，远一点就通通不受影响，是不是应该这样子？请你解给我看，解电位啊，解电位比较快嘛。电位解完再去解电场不就好了？再把电场算出来，那电位是存量啊，谁会闲来没事干去解个向量呢？啊，你说我就是爽啊，因为我数学能力强啊，哇、哦，甘拜下风啊。但是平常我们是从简单的地方着手，对不对？榴莲拔开来再吃多没意思，先把壳吃完再吃肉，哈。哇，我就是比较强嘛，啊，我是鳄鱼出生的，十三生肖 ，OK， 那人家也没有意见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个东西呢，从头到尾它都没有自由电荷在这个空间里面，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，就可以用 Laplace equation 来描述它。Laplace equation v 会等于什么？假设按照目前的状况下面，你要采取什么坐标？你要采取什么坐标？它是圆球，当然是圆球坐标比较好，对不对？那圆球坐标总要有一个 z 轴的方向吧 ？OK， 你的 z 朝向哪个方向？朝上、朝你、朝左、朝右、朝左，你要朝哪边？你要朝这边。为什么要朝这边？啊？因为很爽，手比较不酸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感觉上你朝这个地方的时候啊，它好像比较对称，对不对？朝这边好像它有这个方向的对称性，等于说这一圈呢，这一圈都是这样子出来的，对不对？那既然比较对称，我就让它朝向这边了。你说不要，我就是要朝向这边，因为我数学能力比较强。OK， 吃这个榴莲一定要从壳开始吃的那种人，那我也没办法，对不对？齁、哦。不过呢，因为我喜欢吃肉，所以我们从这边开始。所以我定义呢，这边叫做 z。一定义之后 ,theta 角沿着 z 走下来，这个叫 theta 角。那 xy 平面就是假设这个叫 x。先画一下。因为要遵守右轴定则嘛 ,x cross y 变成 z, 对不对？所以呢 ，phi 一定是这一边，这个旋转的方向叫做 phi， 这个方向下来的角度跟这个水平面的角度，这个叫做 theta， OK， 所以这样我们就定义出来了 ，r theta phi。一旦确定了坐标，那剩下就只是运作而已啊。第一件事情 ，Laplace 在求坐标表示式是什么？这是第一个式子。好，有了 equation， 你纵使解出来只是 general solution， 里面有些系数项你无法决定。
总要有 boundary condition 吧，对不对？好，它的 boundary condition 是什么？第一件事情，在这个对不起，球壳上的电位一定要等电位 V 在 R 等于 A 的时候，不管你的 theta 怎么变 phi 怎么变，它永永远远现在简化一点，我们要把它接地，它永远等于零。哇，太美了，接地的比较简单，对不对？不接地的比较复杂。接地的就是说它可以源源不绝的供应你所要的这些电荷。你要是没有接地啊，你敢把握你可以拉开这么多电荷吗？它有那么多吗？没那么多，你就无法抵消啊，它就贯穿进去啊，对不对？那就比较复杂一点，我们就先不管那个。第二个，无穷远处距离我这个圆心很远的地方的电场都不受到影响，这基本概念嘛。OK， 那我如何来描述无穷远处地方的电位？电位是什么？电位是什么？电位基本上就是电场对着电力线的路径下去积分，对着一个路径下去积分，从无穷远处把它拉放到这个位置上面来。简单而言，就是一乘上一个路径长度。目前而言，在这个地方任何一个地方的电位，我是不是可以把它写成为负的一零？因为它大小是一零。乘上 z， OK， z 就是位置， OK， 但是记住这个要很远的地方，或者是既然你用求坐标了还去用 z 就等于 r 的什么 cosine theta， 记住这个要求是 r 呢一定要趋近于无穷远处，一定要这样子，这个时候才适用。所以你有两个 boundary conditionBoundary condition 1 Boundary condition 2 OK， 所以太棒了，我们有这三个事实我们建构完了，剩下只要算出来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多么简单的一件事情，看看啊，看起来就心里面很舒服啊。现在问题是怎么把它算出来而已。 OK， 我那张怎么不见了？我要把它找出来，等我一下哈，找到了，找到了。好，我们上次有说，第一式是偏微分方程，谁会算？当然不会算了，所以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，先着手试试看可不可以。最简单的方式是什么？方式是什么？记不记得我们做一阶微分方程的时候，一开始最简单的方式是什么？对，我们把变数分离，对不对？Y 通通塞在左边 ，X 通通塞在右边，你通通放在左边也没关系，就是 Y 一坨 ，X 一坨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分别作用了，对不对？很棒的一件事情嘛。所以我们能不能同样的假设？所以第一件事情，好，所以我们现在呢 ，assume 假设，我们这个 V 啊 ，R theta phi 呢，可以写成为大 R。只跟 R 有关系，大 theta 只跟 theta 有关系的函数，大 phi 只跟 phi 有关系的函数，这叫第二个式子。哇，你说哇，老师啊，你实在是太大胆，你怎么敢这样做？当然我不敢了，这是先人做的嘛。OK， 他就发觉说，假设你可以有真的有这么凑巧 ，Why not？ 那这个人他告诉你，假设可以这样子，你就赚到了。OK， 好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我们就一样化葫芦哈，把二呢带到一，再除以二。OK， 不要那么兴奋好不好？啊，好，我们把二带到一，除以二。好，这样一带进去之后呢，发生什么事情？这个只对 R 微分，所以只对大 R 微分。对，这个礼拜要小心。啊，没有。
下礼拜给就来不及了，下礼拜要交，很快的要发还给你们，因为紧接下下礼拜就是头一次考试，期中考。OK， 所以只对他微分，你会多出这两项，但是因为你又要除以自己，所以多出的这两项就会除掉，就剩下大 R 在分母的地方。那这个时候里面的只对 R 微分，但因为大 R 只有 R 的函数而已啊，所以你这个时候不需要偏微分，你就变成为全微分。OK， 再加上第二项，第二项是对 theta 偏微分，所以只对这个大 theta 偏微分，大 theta 全微分，因为它只有 theta 的函数，所以不需要偏了。那这两项呢，看起来就相当于常数，所以可以提出来。但因为我在除以自己，所以这两项常数就会除掉，最后剩下来是一个大 theta， 对不对？OK， 这个地方呢，后面这一项啊，其实我不想写。为什么不想写呢？当初取这个方向当作坐标轴，就是有它的好处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在 Phi 的这个方向呢，完全对称 ，totally 对称 ，totally 对称，它会随着 Phi 来改变吗？不会嘛，而不会就是没有啦，杀掉，那就少了一项，多爽啊！那现在我只有 theta 跟 phi 跟 r 而已啊，我只要这样就好了，耶、yeah, ，太棒了，耶、yeah, 啊，好，我们就变成这样子。那现在呢，我们一发觉呢，这个地方看起来好像都跟 theta 有关系，但不信呢，这边有个 r 平方，进来搅局，但没有关系嘛，只有这个地方而已啊，我干脆把这整个恒等式啊乘上 r 平方。或者你一观察，哎，这边有 r 平方啊，这边有 r 平方啊，可以提出来嘛？但因为整个等式要等于零啊 ，r 平方会不会等于零？不会啊。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里面要等于零，所以这个呢，我可以消掉，消掉啊。那这个地方是不是只跟 theta 有关系？这个地方是不是只跟 r 有关系？对不对？所以现在看起来呢，哦，那这个是什么？Function of R only， 这个部分呢，看起来现在变成 Function of Theta only。怎么样？哪边有什么系数？有什么问题 ？OK， 那么假设是这样子，我可不可以大胆的假设这个？等于 k， 那这个当然就等于负 k 了，不然怎么加起来等于零？对不对？我可以这样子啊。k 是什么？我来猜，反正到时候算算看吧，它大概应该是什么东西？了解吗？什么地方有问题？什么叫那一条是什么？我把它画掉好了。你说这个，这个，这个说这整个呢，因为我 r 平方已经消掉了嘛，是不是这边只剩下 theta 的函数而已？所以这整个是 function of theta only， 是不是变数已经分离成功了？这边只跟 theta 有关系，这边只跟 r 有关系。是不是？了解我的意思吗？那既然它是跟 r 有关系，它跟 theta 有关系，我就假设它等于 k 嘛。那因为加起来一定要等于零，那所以它没有什么选择，它一定是负 k。OK， 那这样子有什么好处？好处可多了，看看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马上就得到两个式子，这时候我要用黄色来写。
我是不是等于这两项？那我跟各位讲，这两项是什么意思？它变成联立的常微分方程。因为 PDE 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 我们不晓得应该怎么办，所以我们就利用变数分离法把它分离成联立的 ODE， 因为 ODE 我们起码比较知道该怎么做。 OK， 好，我看看哈，现在呢 homework 来了，我请你证明大 R 等于 R 的这个呢可以写成为 R 的 N 次方再加上 R 的 N 加上一次方分之一，这个乘上 A 当系数，这乘上 B 当系数，它可以写成这个样。 K 呢是等于 N 乘上 N 加一。OK， 这个由你们回家当 homework 证明给我看，但我不希望你们在证明的时候只有 equation 没有任何什么中文在里面，你总要叙述一下你怎么做吧。 OK， 好，所以请大家呢好好把它解出来。那一旦知道 k 要等于 n 乘上 n 加一，我们就把它带回来，那是不是代表这个式子就可以写成 theta sin theta d d theta sin theta d 大 theta d theta 加上 n 乘上 n 加上一等于零？再整理一下，我们这整个把它展开来，这边有个大 theta， 我把大 theta 乘过来这边 OK， 然后这边整理一下 sin theta 分之一，里面有两个 d 有个 d theta， 这两个第一个不动微第二个，那是不是第一个不动微第二个是变成两倍的大 theta 小 theta d 平方，第二个后面不动微前面 sin theta 又微完变 cos theta， 再加上 n 乘上 n 加上一乘上个大 theta， 再整理一下，前面这个消掉了 d 平方大 theta d 小 theta 平方，再加上这个除以这个变成 cotangent theta d 大 theta d 小 theta n 乘上 n 加上一的 theta 等于零。各位，这个你会不会做？这个是不是常微分方程？它几阶？几阶微分方程？二阶，因为微分两次嘛，是不是线性的？是不是线性？是线性的。线性的意思是什么？你记不记得我们当初写的？假设你有个微分方程是这样，前面的这两个微分方程的前面的系数只有 x 的函数，假设 y 对 x v， 那它是 x 的函数 ；theta 对大 theta 对小 theta v， 它是小 theta 的函数，是不是？是啊 ，cotangent 也是它的函数啊。那这个前面呢也是一样，那这个前面是系数，所以它也是 linear second order linear， 它是不是 homogeneous？ 是不是？是，因为它等于零 homogeneous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， 你只有把它解完，这个答案就跑出来了嘛，不是吗？对不对？那现在只是说你怎么解而已，但是看不懂吗？这什么东西？
不要你不，但是你不要忘掉，我们今天是在讲我们接什么方程式，接 Legendre， 我不会随便找个题目跟他没关系的吧？所以代表什么意思？我可以用变数变换，把那个我看不太懂的温方程，把变到我看得懂的，有什么好处？因为看到它，我就知道它的答案了嘛。当然是好处很多的，他已经告诉你这个样子，答案就是它，哎，多棒，对不对？那我怎么变过去？真的变得过去吗？我们来试试看。Let mu 等于 cosine theta。你看看这边，这边讲了一大票东西啊。哦，先前的那个被我擦掉，在某个地方的时候，这边 x 是 cos theta， 对不对？先讲这边，所以呢，我先用 cos theta 把它当作 mu， 那我就开始来作业了，开始来作业。那我们看看这边呢，底，所以我们底 theta， 底大 theta， 底小 theta， 可不可以写成为？底大 theta， 底 cosine theta， 然后再对 cosine theta 微分，对不对？圈入嘛。那么这个是不是就等于底大 theta， 底 cosine theta 就是底 mu， cosine theta 的微分变负 sine theta。假设我要把 cos theta 换成 mu， sin theta 要换成 mu 啊，负的根号一减掉 cos 平方 theta， 一减掉 mu 平方，对不对？它是不是可以写成这样？再微一次。两阶微分的，为什么要算两次？因为你总要把这个置换掉，所以这是两阶微分，它是会等于这个 d over d theta 的这个一阶微分，先对 mu 微分，然后再把 mu 对 theta 微分，圈入前面这个一次 方微分已经做完了。在这边，所以呢，相当于后面这个要对谬微分，这边有两项，对不对？负的我就先把它移在前面，它有两项，第一项函数，第二项函数，第一个不动微第二个，第一个不动微第二个，二分之一 t 在这边变成负的二分之一，然后再对这个微分。不，再加上后面不动微前面，后面是根号一减掉谬平方，微前面就变成前面的两次方微分，是不是？因为负号我已经提出去了，所以这中括弧要有，我把这两个式子统统带进去这边。OK， 那这个地方呢，我要编号一下。这个叫做三，这个叫做四，这个叫做五。啊，抱歉，这个叫做五，这个叫做六，这个叫做七，这个叫做八。然后我怎么办呢？空间都不太够哎哈，空间不太够，重写。OK， 我把它写小一点。那这个呢？Thank you.
第一个是什么？好，把 boundary condition 写进来一下。这个是 boundary condition 1， boundary condition 2。然后呢，我们这边是 assume， 对不对？用这个分离变数的方式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变成为第一个式子呢，就可以分离成两个式子，对不对？某个常数乘上 r 的 n 次方，再加某个常数除以 r 的 n 加上一次方。这是第三个式子。然后再来呢，我们的 equation 呢，就下面这个呢，就进化成为这是第四个式，然后呢，我们再 let 缪呢等于 cosine 西塔，这是第五个式子。OK， 好，然后这样一路算下来的时候呢，我们把第七式、第八式带到第五个式子里面来。我把这边呢擦掉，把第七式、第八式带到第五式里面来，整理一下。很快的呢，你就整理到一个式子，直接写在这边好了，你就会整理到一个式子，是一减掉缪平方 d 平方大西塔 d 缪平方减掉二缪 d 大西塔 d 缪加上 n 乘上 n 再加上一的大西塔等于零。OK， 这个是第几个式子？第九个式子。他这样一来，很快的他就告诉我们，这个式子其实就是这个式子，有什么差别 ？Y 就是大西塔 ，X 就是小缪。OK， 你就可以把它变身了、啊，从四啊变到第九个式子。那到了这边。它的解我们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它的解我们就知道了。那么也就是代表一件事情，大西塔呢，假设用缪来当做它的变数，它可以写成为 P N 缪。这个是第四个式子。
好了，大 theta 求出来，大 r 也求出来，是不是我可以通通把它带回第二个式子里面的？对不对？所以我把第十个式子，这个 theta 跟大 r 第三个式子，把它带回来第二个式子，它马上就告诉我 v 可以写成什么？这两个相乘嘛，这个乘上这个，所以这一乘的时候呢，就相当于说，比如说这边有两项，这个乘进来，好吧，第一项是 Rn 乘上 Pn 缪，第二项呢是 R 的 n 加上一次方分之一乘上 Pn 缪，可以写成这个样。但问题是这边都有 n 呢，这个线性组合起来，我可能放心一点，前面写个 A 的话，我最好把它写个 n。B 的话我最好把它写个 N， 因为是相对于这边的 N， 它有这么多种答案，是不是就相当于我每个答案都要做线性组合，通通把它加起来，这个才是我真正的答案。第十一个式子太棒了， V 已经求出来了，但问题是这是什么鬼东西，看不懂啊，看不懂我怎么知道我算的对不对，对不对？但是不要忘掉，我们刚刚做一直在处理第一个式子而已，我们有没有用到第二个式子跟第三个式子 BC1 BC2？ 没有哎，那现在好像我们可以开始想办法来用。 OK， 好像想办法来用了。 OK， 那我们怎么用？好，来 BC1 告诉我们，当 R 等于 A 的时候呢，它一定要等于零， R 等于 A 这么带进去 A 的时候呢，它一定要等于零，对不对？这个没有问题吧， R 等于 A 的时候它要等于零，所以我们这样一来呢，我们把这个地方擦掉好不好，有 boundary condition 1，它告诉我 v 在 r 等于 a 的时候 ，theta 由它去变 ，phi 由它去变，现在没有 phi 了，它要等于零，所以十一个式子呢就可以变成为怎么样 ？summation n 等于零到无穷大 a n r 的 n 次方变成 a 的 n 次方 p n 缪，再加上。bn 除以 r 的 n 加一次方变 a 的 n 加一次方乘上 pn 缪，这个要等于零。 OK， 好，那这样子干嘛的？这样好像解不太出来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我想给大家看一个重要的，这个地方黄色的这个式子，这个正交特性，它告诉我们什么？两个 P 相乘的积分，不是零就是等于有个数字，得变成这两个是不是一样？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来看看这边，这里面都是 Pn， 然后 summation 起来。就代表有 n 项， n 可以从0一直变到无穷多项，每一项前面有各自的系数，我假设想要了解其中一组系数，比如说 dm 项的系数，我怎么做？很简单，我把它乘上我感兴趣的那一项的 pn，然后呢我对它积分，
OK， 这会变成什么？这个积分乘进去跟这个summation没关系，对不对？所以summation可以提到外面来。AN 是常数也没关系， A 的 N 次方也是没关系，现在只有这个，所以你会得到第一个。好，反正这边都有常数嘛，就先把它提出来好了，大家都一样。那后面这个呢也是一样，那后面就是 PN μ P M μ D μ 等于零，恒等式要存在，也就是 M 是我给的，我对哪一项感兴趣我就给哪一项，给了之后就固定了，唯一能变化就是 N， 也就是它有很多很多项，对不对？第一项 N 等于零，那这边就是 P0 乘上 PM 的积分等于什么？ P0 乘上 PM 的积分等于什么？ P0 乘上 PM 的积分等于什么？零嘛，因为零不会等于 m 嘛，我除非我对零的这一项感兴趣，假设我给的是 dm 项，它不等于零，所以第一项虽然前面有系数，但因为它等于零，抱歉不见了。好，进行第二项 n 等于一， n 等于一这么会 p 一乘上 pm 的积分等于什么？零，因为一不等于 m 嘛。就一直下去一直下去，大家都不等于 M， 积分通通等于零，直到某一项，哪一项？ M 的这一项，这两个积分不等于零了，其他通通等于零，那是不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只剩下这一项？我是不是就可以得到这一项？所以 M 是我给的，所以相当于说我要知道，我就可以知道很多关系式，我要知道 DM0 M 等于0的这一项我就带0，那summation起来结果只有0的这一项， N 等于0的这项保存下来，其他通通都没有了，我是不是得到一组方程式，对不对？那我要是对第二项感兴趣 ，n 等于一的感兴趣，我就乘上 p 1，那只有 one 的这一项留下来，其他通通等于零。所以这个式子只是这个式子哦，它代表的是什么？第零项就是 a 0 a 的零次方再加上 b 0除以 a 的零加上一次方，乘上二除以二乘零加上一等于零，第一个式子。所以我就可以知道 A0 跟 B0 的关系是，本来在这个地方 AN 是无穷多个 AN， BN 有无穷多个 BN， 但是这个式子就告诉我其实不是两组无穷大，他们两个有关系的，比如说 A0 就一定跟 B0 有关系嘛。 A1 呢，假设 M 等于 1， 是不是这边讲 A1 A 的一次方再加上 B1 除以 A 的一加一次方乘上二除以二乘上一再加上一等于零，是不是又得到 A1 跟 B1 的关系，对不对？一直下来我是不是每一个 A 跟 B 的关系我都知道，对不对？那这样不就等于说当初是 A 的整组我都不知道， B 的整组我都不知道，但现在我知道他们两个关系，我只要知道 A 我就知道 B 了，是不是我的未知数立刻少掉一半？ Right， 所以这个式子代表就是这个含义，所以这个式子是第12条。 OK， 所以我把它抄在这边 Boundary Condition 1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A 的
m 次方乘上小 a 的，不，大 A 的 sub m 再加上小 a 的 m 次方，大 B 的 sub m 除以 r 的 m 加上一次方，等于，哦，抱歉，不是 r， 因为现在是 a。那么再乘上二除以二 m 加一要等于零，我有第十二个式子。所以十二个式子并不是一个式子，而是无穷多个式子。OK， 不要忘掉，我们还有一个 equation 可以用 ，boundary condition two 可以用。OK， 好。boundary condition 2可以用是怎么用，当 r 趋近于无穷大的时候， r 趋近于无穷大应该是趋近于无穷大，那可以写成这样，这时候 r 是很大很大很大。 r 趋近于无穷大是什么意思？ r 趋近于无穷大，那这个就是零嘛，是不是？ r 趋近于无穷大，这会很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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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最后就发散掉了。你可以有个解，它是发散的吗？才怪的，什么时候它不发散？ n 等于零的时候它不发散，因为 r 的零次方永远等于一，对不对？所以意思说我可以重新写一下，我把这个呢展开来一下， v 可以写成等于零的这一项 a 零乘上 r 的零次方就等一嘛，就不见了。P 零 ，mu， 再加上 B 零，除以 r 等于零，就 r 的一次方就是 r 嘛。P 零 mu， 再加上不等于零的这些 ，n 不等于零的，那就 summation n 等于一到无穷大。an r 的 n 次方 pn 再加上 bn r 的 n 加上一次方 pn， 是不是？我可以写成这两项。但是呢，当 r 趋近无穷大的时候呢，这个都会发散掉啊。我看看应该怎么样来看待这个问题，等一下哈。没关系，因为它只是很大很大。OK， 我们先把它保留一下。那我把这个地方先擦掉，我开始第二个 boundary condition 进来。所以我就干脆先把它写在左边，负的一零 r cosine theta 可以等于什么样？ r 等于无穷大的时候，事实上这两项都不见了，是不是？ r 等于无穷大，无穷大分之一个常数，当然等于零了。r 的无穷大分之一个常数等于零了，所以只剩下前面这两项相加 ，a 零 ，p 零等于什么东西 ？p 零在哪边？这条线叫 p 零。它是什么？一，永远都是一，所以 P 零等于一嘛。它什么 ？A 零再加上 B 零除以 R， 再加上 summation n 等于一到无穷大，那这个就会等于 A 的 n r 的 n 次方 P n， 再加上后面那项没了，变成这样子。但是 A0 跟 B0 已经知道了，这个式子已经告诉我们了，我们这个叫做第13个式子，因为12个式子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
A 零 ，A 的零次方也是零，也是一啊，再加上 B 零除以 A 的一次方，乘上二 over 一，对不对 ？M 等于零嘛，幺等于零，所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这两个加起来一定要等于零，所以说 A 零。是不是等于负的 B 零除以 A？ 是不是？我有没有写错的？好，这样子带进去的话，第一个式子会变成什么？负的 E 零。R cos theta 等于 A 零，其实这个没有关系，随你怎么放都可以。事实上，我要不要用到这个？我可以暂时先不用，知道吗 ？P 零是什么？这是 cos theta。cos theta 我们这不是假设它是谬吗？所以事实上，这个就是谬啊，在这里面呢，它会等于谬。谬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这边的 x 啊，所以 x 就是 p1 嘛，所以这个是不是就等于 p1？ 所以假设从这边算，我可以简化成 10rp1 等于 a0 再加上 b0 除以 r， 再加上好第一项1带进去 a1r 的一次方就是 r。P1 再加上 A2 R 的平方 P2 再加上 A3 R 的三次方 P3 加到无穷多，这两段一定要相等，但因为 P1 跟 P2 当中是 independent 的，没有关系的，所以这边要相等 P1 的这个只能够跟它相等，其他呢抱歉每一项通通等于零，系数前面的系数通通都要等于零，所以这样的意思不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？A1 等于什么？负的 E0。A0 呢 ？B0 呢？通通等于零。这个地方呢？之后的 A2、3一直到无穷远，通通等于零。那有十二个式子告诉我，我只要知道 A 是什么，我就可以知道 B。假设 A 呢 ，A 二、A 三、A 四、A 五、A 六、A 七、A 八，一直在 A 到无穷大，通通都等于零。那 B 有什么选择 ？B 只能零呢、啊，因为这个又不等于零 ，right？ 所以由第十二个式子。又告诉我们所有的 B 2 B 3 B 4通通都要等于零啊，只有个 B 1 B 1的呢我们可以用这个来一算，十二个式子告诉我们 A 1 A 的一次方再加上 B 1除以 A 的平方乘上二除以二乘上一加一变成三，要等于零。那因为 A1 已经等于负的一零 ，A1 等于负的一零，再加上 B1 除以 A 平方，要等于零，对不对？乘上三分之后等于零，就代表前面要等于零。那是不是 B1 就可以求得出来 ？B1 要等于什么东西？一零。A 的三次方，所以我们系数呢，通通都求出来了。A 从 A 零一直到 A 1一直到无穷大，通通都求出来。B 从 B 零一直到 B 1一直到 B 无穷大，通通求出来了，通通回馈到这边来。他告诉我，只有两个不等于零，就是 A 1跟 B 1上了这么多项。
不要善嘛，通通都是假的，只有一项 N 等于一的，不等于零，其他通通等于零，因为系数通通等于零，那就没系场。所以 V 呢最后面只能够等于第一项 A1 R 的 P1 再加上 B1 除以 R 的平方分之 P1， 它会等于什么？ A1 等于什么？负的一零 R P1 就是谬嘛，那 P1 就是谬嘛，谬就是 cos theta， 写成 cos theta， 再加上 B1 是 10A 的三次方， 10A 的三次方除以 R 的平方， P1 是什么？ cos theta， 答案算出来了，外围就符合这个公式，是不是？外围就符合这个公式，这公式什么意思？当 R 趋近于无穷大的时候， R 趋近于无穷大，这一项几乎等于零，只剩下这一项。当然了，因为这项就是边界条件， R 趋近于无穷大要等于它。但是 R 非常非常非常靠近导体的时候， R 靠近到 A 的时候，就在它表面上的时候，它是等于什么东西？ R 等于 A 的平方分之 A 的三次方，是不是 A 10 A cos theta，前面也是 10A cos theta， 只不过这个是负的，这个是正的，两相抵消变成什么？零，零不就是我们刚刚把它接地了吗？是不是整个外面的解全部解完了？看起来很复杂，条件带进去最后通通都不见了，重点是你怎么运用这个，你才可以把你的系数项全部求出来。OK， 我请大家回家呢，把这一题再做一次，把刚刚讲的这个解怎么解出来的找到，完整的做一次给我看。你开始从这个解到这个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把这一题从头到尾解一次，题目解释清楚， boundary condition 怎么定，怎么设，最后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把它做出来。 OK。